并如何做分类，陪同的家长也一起来加入，一同来学习。就像为环保做一点那个贡献，我们很开心的。包括做了垃圾分类，包括做了垃圾分类，可以变回收资源，我们一般都是把它那个放在单独的地方的。国防科大附小认同此计，从三月起就在校园做资源回收，这学期更是从一年级新生开始，要推广近思语和环保爱护地球活动。对这项活动，参与的热情度很高，特别是家长，我们也很有信心，从一年级开始，在孩子的心中花大力气打造，重点去营造一个这样一个团队的氛围。校长带头做示范，家长也支持，爱护地球的力量在这里会更扎实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王美水湖南报道。而提到环保达人要向他学习，慈济志工陈淑鸾是家庭主妇，更是省水高手，他们家每个月的